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这一期呢，给大家推荐一个管弦乐组的一个音源。它这个音源呢，它是一个合奏型的，带有很多 loop 的一个。你只要去输入相应的和弦，它的这些群奏呢，它就会一起响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随便啊，按一个 C 和弦，并且你可以通过这个啊去摆位。同时呢，它有很多的这种 loop 让你去选择。做一些铺底的音色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我建议大家用这个音源的时候，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弦乐去用，完全去把它当做一个铺底的音色去用。它还有一个版本，是一个短奏版本。这个版本的音色它是断奏，同时呢也会给我们各种各样的这种预制给我们去使用。我们可以用一个这个八分音符的，然后我们来听一下。它有不同的节奏型让你去选用。我个人认为用这个的话，就相当于你用弦乐去给我们的音乐去打节奏。我很少去用它专门去写一个小提琴组啊，去写一个大提琴组。我觉得这个音源不太适合那样去做，而是适合当做一个 pad 或者当做一个节奏组去使用。好，这期视频呢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我们下视频再见，拜拜。